我跟栋梁从一公漂移开始，就一直都在同一个 team 里面，而且是每一个舞台都合作，甚至是两人的舞台，真的耶，对，甚至是两人舞台都是你们。有一刻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，就是我们在看第一次做人的演出的时候，就是张栋梁嚎出声音来，就是看到就是他真的大声哭出来，就是我们其实都相对来说都有比较感性的时候，也比较容易动情，但是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大声哭出来，也是证明这个人柔软到了一定程度，是也信任我们。对，所以啊，那一刻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，因为那天第一次做人在台上的演出是如此之完美，然后张栋梁哭出声音来。好的，现在请两个人面对面跟对方说一句话。你真的很棒。嗯。你会带给更多人感动的时刻，因为你的努力。嗯。我先抱你了。嗯。哎，其实我一直被问，你说你一直跟舅舅同一组，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真的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是我就知道，我想跟这个人在一起。我真正最开心的那几天，是我们在北京练二郎那几天。就是因为终于有时间跟你独处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来就是他拉着我去看你们第一次做人吧。我是真的看到他这么的想要大家好这件事情，你就是这一季披荆斩棘最好的队长。哦，真的，真是。马师，你是我本季披荆斩棘遇到的一位宝藏。谢谢。然后，我希望我们未来缘分会继续。一定。谢谢你，就是说告诉我说上披荆斩棘很轻松。都在烤肉啊，聊天啊，不用练习可以睡觉啊。那他上次的经验的确是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他的这个善意的谎言，让我对自己的表演上更加的突破。谢谢你帮我完成三次的编曲。好，三次，爱你爱你爱你。谢谢小哥，谢谢小哥。加油！超核心，黑福报，强强联合，跟我们一起。超级 have fun， 第二轮是唱给对手的歌，我们是开放阵营，我们想说的是，我们希望你们 yeah